多球的特色，最主要是显示咱闽南的特闽南的特色。因为呢，闽南的特色的时阵，最主要是特色是燕尾鸡啊，甲观音头啊，甲四合宴。啊，这四合宴你头先恁看的时阵，这四合宴拢是非常标准的单边的俗木，有啊。咱木的当中的时阵呢，木加当当是哪意思？就是栋梁之材嘛。所以咱的鹰啊，这家伙啊的时阵，伊最大的点缀一定看带东两边单边，一些栋梁之材就是带这边。所以西边属金嘛，啊，西边属金呢，所以你千金千金就直接叫来，灶啊就是带西边，是吧？北边属水，南边属火，中央属土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归落的时阵呢，按照咱的传统落来的时阵，这几千年的传统落来，咱拢是安尼做起。以前要打个讲空调个风扇，所以以风吊会出去。伊设计的时阵，你看两边拢有门啊，中央阁有门，后壁有窗啊。头前个窗啊是低，后壁是广的，是吧？所以微风一吊过，咱人就住落会真爽。所以伊个厝咧，你看伊大厝内面个时阵是冬暖夏凉，非常爽，是吧？伊无伊个接地气无，是吧？下底个时阵呢，咱总是红砖啊。